排好少嚟呢度飲酒。兄弟唔記得曬我哋啦！你千祈唔好咁講，我唔會話丟低曬啲兄弟。只不過呢排我同阿高漸嚟搬咗阿田先生嗰度住啫，有時又要陪田先生飲酒咯喎。台灣之處千祈唔好見怪。總之今日呢餐酒我請。哦，咁又唔同。其實咧，今日呢餐酒邊個請都冇所謂。好似你兩個咁樣啊，日日陪住嗰個老氣橫秋嘅人飲酒。煩唔煩啲㗎？喂，兄弟，呢次你又錯啦喎！你唔好以為田老先生啊幾廿歲啊百億功嚟喎，啊佢飲起酒上嚟啊，真係談笑風生㗎。真係，你個假嘅，你唔信你問下阿敬兄啊，我話俾你聽啊，田老先生咧博聞強記，文韬武略都無所不曉，仲有添啊！山川地理啊，了如指掌噶，嚇！哎，哦，你飲啦，我同田先生交遊呢段時期，真係得益不少。燕國有咁嘅人傑，真係難得。既然你胸懷大志，依家同田先生做成朋友啦，將來一定會飛黃騰達嘅。但係我哋呢啲市井小民啊，只係知道有酒有肉嘅啫。飲飲飲，唔該，飲飲飲。知相交，貴乎知心。我京柯唔會話理佢係咩人，只係知心論交。嘿，是不是啦？阿京兄講得真是好嘢㗎。好嘢啊！喂，你啲酒飲唔夠味啊？如果唔夠嘅又唔啱幾情，拎翻屋企再飲過啦。嚟啦，高志明，你講咩嚟？冇嘢，頭先阿京兄話呢餐酒佢做東啦，咁你就即刻要奉承我哋阿京兄啦。京兄唔係咁嘅人嘅，即管飲，即管飲。高志明，喂，你做咩嚟？嚇，你想欠打啊？乖乖君子用口不用手，我就係小人。哎呀，你飲多兩杯，你醉啦！秦媽呀，今次就唔俾我哋睇到你喺度生事。點咯？佢打我秦武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不過佢冒充件事，我睇唔慣先打佢啫。你唔使拉我，跟住走。秦武陽是邊個嚟啊？秦武陽，佢力大如牛，喺十三歲嗰年殺咗人，眼都唔眨下嘅。嘿，秦武陽係勇啊！如果佢學劍啊，一定成為一個好劍士噶。而家就係俾你哋的所謂劍士嘅人，不學無術，單憑匹夫之勇，在各國君主之前誇誇其談。雖然得到一官半職，但係有危難來臨，棄君而去。今日見事名頭低落，小人信任，完全係你哋一手造成嘅。我把劍係堂堂之劍，代表一個劍士嘅高尚人格。你未有資格領略，我願你仲係翻去閉門面壁，想通作為一個劍士之道，再嚟揾我啦。敬兄，
敬敬，你谂咩啊？冇嘢。各位，我有啲事要揾一个人嘅，失陪先。你又嚟揾我啊？前辈，上次晚辈嚟拜访你老人家之后，翻去面壁思过，觉得你老人家所讲嘅句句都系金石良言，晚辈真系茅塞顿开。前辈，晚辈近年嚟所作所为，全系一己之私，对荣辱得失睇得太过重，实有违剑士之道。晚辈一念之差，同剑士之道背道而驰。上恨前辈当头棒喝，能够使到晚辈冧危立马，而家晚辈得来借过。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愿前辈指点。惊我，你个剑术都上清一流，不过火候都仲系未够。前辈过奖，请今后多多指教。惊我，老夫一向唔收门徒弟子嘅，我只系当朋友咁指点下你。不过老夫有啲事要离开燕国一段时期，咁晚辈唯有等待。如果我翻嚟，就去找你了。晚辈现在就暂住在田光先生家中。哦，田光先生早已闻名，可惜我同他素未谋面。我回来就去找你，顺便拜候田光先生。那晚辈就此告辞。大王，启奏大王，范富奇将军叛国，惊已逃亡。听讲要将军太子大范富奇胆敢叛国，太子大人此人真系太可恶，竟然够胆收留范富奇反抗大王。我哋不如出兵伐燕，以消心头之恨。各位同僚认为点样？我哋而家系唔适宜分散我们的兵力，我们要灭了赵国，然后再出兵攻打燕国。哦，大王，这样岂不是让范富奇逍遥法外？李丞相，在你即刻传旨下去，凡军民人等捉到范富奇杀了人头出来的，这律上超黄金千斤，正一万户。臣遵旨。咁咪秦王一定要买范乌奇嘅头？冇错，已经命令公布，得到范乌奇嘅头，赏黄金千斤，封万户侯。我睇秦王对范将军一定恨之入骨，故此佢一定要得到佢嘅头。如果真系要咁做，咁我哋点办呢？系啦，我哋唔好理佢。太子，咁你又睇错咗啦。我错？系，秦王对范将军嘅人头系志在必得嘅。既然佢知道喺我哋燕国，如果我哋唔俾佢，佢一定出兵嚟噶噃。冇错啦，而家秦将王翦已经灭亡咗赵国，好快就打到我哋燕国嘅南边。只要佢一地渡过咗易水河，就到我哋国境噶啦。系太子，咁你真系要好好地谂清楚至得啊！你叫我点谂先得噶？办法好简单。只要我哋将范将军嘅头送过去，以息秦王之怒，大家订立和约就得啦。系，呢个都系办法。若果佢肯同我哋订立十年和约，
咁我哋就利用呢十年嘅時間嚟改革我哋燕國，使我哋燕國轉弱為強。到時即使秦兵到我哋嘅邊境，我哋亦都無需提心吊膽啦。冇錯。太傅，在，你嘅意見點？太子，我睇都以國事為重啦。太傅，你亦都贊成我將范將軍嘅頭送去秦國。咁除咗呢個辦法之外，有咩其他辦法可想咧？但係我點都唔贊成呢個辦法，因為范將軍嚟投奔我哋燕國，我哋係應該保護佢嘅。如果咁樣做，好似故意設計陷害佢咁樣，咁嘅行為點會光明磊落咧？第日有好嘅人才，佢哋點敢投奔我哋燕國？仲有，如果我哋咁樣做，世人會永遠恥笑我哋噶。你哋話係唔係啊？太子，你講呢番説話好啱，不過你要注意另外一個問題。呢次秦國攻打我哋燕國係一個藉口嚟嘅喎。係啊，我哋燕國就因為有范烏奇，所以就有藉口啊。咁趙國又點啊？趙國冇范烏奇，何嘗秦國唔係製造藉口去攻打趙國啊？仲興家，我同虞姬喺秦國做人質嘅時候，已經好清楚秦王嘅為人係點樣嘅。我知道我呢个场合系好唔应该讲嘢嘅，但系我希望各位卿家都知道，秦王佢性情残暴，佢一向都想吞并六国嘅。至于话佢呢次想嚟攻打我哋燕国，呢个只不过系迟早问题嘅啫。冇错，太子同范将军系好朋友，太子佢好重感情，但系我希望众位卿家千祈唔好误会太子，系重友情而唔理国家大事。至于话有范将军嘅人头就可以取消秦燕两国之间嘅仇，如果真系嘅，我相信太子佢亦都会含泪同范将军借佢人头，而范将军佢一定肯咁做嘅。如果系死咗都系于事无补嘅，咁就太冤枉啦。你哋话系咪值得呢？田太师，如果你唔信，我可以请范将军出嚟，等太子亲自借佢人头。我相信范将军佢一定肯嘅。虞姬，无谓将呢件事扩大啦。如果咁样，只令到范将军误会我哋陷害佢嘅啫。系啦，虞姬，太子讲嘅说话系啱嘅，唔好令范将军太过难过。我哋而家应该做嘅就系，趁住秦兵未到，積極備戰，你哋話係唔係啊？仲興家，如果冇咩其他事嘅，咁我哋就傾到呢度為止啦。好，臣等告退。休息咩？阿京英咧，自从见过概念之后咧，成个人变晒，翻嚟日又练剑，夜又练剑。你方才话概念，系咪就系当代嘅大剑术家概念先生？系啊，田先生，概师傅话有机会再会嚟拜学你喎。好啊，好啊。田先生在家吗？请问边位揾佢咧？你话谷太傅拜访佢。请入嚟啦！两位请便。哦，田先生，太傅，请。请。你哋要休息得。
先生，昔日你講開個改革燕國大計，太子非常賞識。太傅過獎，老夫當時只不過是順口之禍。田先生太客氣，太子想見一見你。太子想見老夫？唉，田先生，你滿腹經論，言極中肯，太子想你出嚟輔助政事。太傅，老夫不學無術，年紀老邁，又豈能當此重任？田先生，你太客氣啊，呢啲係太子吩咐嘅，請你見一見太子，對太子直陳好嗎？你無論如何都要見一見太子㗎啦。好啦，老夫就恭敬不如從命。好，我聽日嚟接田先生好嗎？有勞太傅。參見太子。太子，呢位就係田光先生。田光拜見太子。田先生幸會幸會。田先生請入裏面一聚。太子請。老臣在這裡等候了。好，田先生請。謝座。田先生是世外高人，對於現在各國紛爭的形勢應該知得很清楚，老朽略知一二，未知其詳，望太子明告。秦國雄心勃勃，早就有吞併六國之心，齊楚三晉早已經被他掠奪過半，剩下韓魏兩邦亦都受佢嘅威脅，我哋燕國南邊跟住齊楚，所謂唇寒齒亡，而且秦燕兩國勢不兩立，睇住秦國就嚟將燕國滅亡。田先生，你話有咩辦法挽救危難呢？臣民岐岐方其盛年，日遲千里。及其衰老之時，劣等之馬尚比其快。太子只知臣盛年之事，今日老朽年紀老邁，不足以圖國事。為了國家興亡大事，田先生請你千祈不要推卻。是這樣，老朽就想下辦法。咁真係多謝田先生。不敢。田先生，請你千祈以國事為重啊！老朽年紀老邁，實在係無能為國效勞。不過有一個人一定可以幫到太子你。係邊個呢？佢係一個劍士，叫做荊柯。荊柯是一個劍士，是。不過近來我們也都請了很多勇士。此事老朽都略有所聞。哦，就是夏父、宋義、武陽和默然嘛。你認識他們嗎？是，還很清楚。夏父是血勇之人，怒而面青，宋儀是默勇之人，怒而面青，武陽是骨勇之人，怒而面白。
默兒，係棄勇之人，怒而面黑。不過，驚愕係一個神勇之人，怒而面色不變。哦，咁呢個人真係好難得噃。係啊，驚愕嘅祖籍係齊國，後來佢移居魏國，佢仲遊歷過趙國，如今就係燕都。敬我胸懷大志，仲有一手好劍術。唉，可惜嘅啫，冇人賞識佢。如果太子用得著佢嘅，佢一定會為太子效死嘅。哦，咁田先生可唔可以介紹俾我咧？好，我一定令敬我為太子效勞。田先生，其實講來講去，我都係想請你為國家盡一點力。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呢個道理，老柳都好清楚。如果早三二十年嘅，就算太子唔叫老柳，老柳都一定自動請缨上陣嘅。唉，可惜。咁你就同我話俾京柯聽。老柳年紀老邁，幫唔到太子，實在非常慚愧。聽日我就帶京柯嚟見你。好，田先生，今日嘅事你千祈唔好話俾第二個人聽，因為呢啲係國家大事啊。太子，你放心，老柳一定唔將呢件事讲过第二个人知嘅，咁好劲啊！田先生，请，请嚟起菜。敬敬，田生呢？太傅一早接咗田先生去见太子。我今日谂咗好多嘢，我哋流浪咗咁多年，得田生收容我哋，总算有个栖身之所。即咁落去都唔系办法噶。我高渐离，满肚草，系一介市井之徒，乜嘢都冇所谓。至京兄你就唔同，京兄，你十几年来夜读经书，日念剑法。到底所謂何由呢？我認為男兒生在天地間應該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才對。過去你就說時機未到，但是現在就不同了。高靜，你到底在說什麼？敬兄，我想問你一句，你知唔知道嚟揾田生嗰个太傅系咩人？太傅就系当今太子丹嘅重臣。如果田生肯喺太傅面前讲几句好说话，举荐你嘅，我就认为唔同啦。高潮，我而家要等嘅只是概念師傅一個人。敬兄，你的劍法已經這麼高明了，還用不著等呢？唉，概師傅是說來找你的，知他何時會來，你又等到何時呢？田先生回來了。經壯士在船嗎？是啊。田生，田生見過太子啦，係啊。哦，好啦，田生，田生，唔該。聽講話太子又好重賢才㗎，係嘛？
是啊，太子今日召见田某，要田某帮佢。诶，咁咪好咯，吓吓。经壮士，田某有一件事想问下你。哦，田先生，请讲。你睇下老夫点样？田先生满腹经纶，肝胆照人，佩服佩服。系啊。如果早三二十年嘅，田某都一定有番大作为。不过而家年纪老啦，我已经推迟咗太子。哦，太子真系太睇得起老夫啦。老夫为咗报答佢嘅知遇之恩，我特别向佢推荐咗一个人。是不是推薦荊卿？高漸尼，如果推薦荊卿，太子一定會重用荊卿的。荊壯士，我想你去見一見太子。好啊，好啊。田先生，田先生為太子所做的一定是大事，荊某才疏學淺，恐怕會有負田先生你的厚望，容荊某能夠考慮一下才再答覆田先生。好，慎重考慮是好應該的。我真的不明白你的考慮，考慮什麼都行。田生這麼看得起你，才是舉薦你給太子的，你還考慮什麼？你可以一展你的抱負的嘛，這樣都還推？我哋去飲酒。荊壯士，請過嚟。荊壯士，上次老夫同你提到過嘅事已經三日，我好想你答覆我。你想我見太子丹？係，荊卿，呢個係你最好嘅晉身機會，你仲使乜咁多顧慮啫？係咯，呢次嘅機遇稍縱即逝，我希望你快啲去見太子，千祈唔好辜負咗老夫對你的一番期望。承蒙田先生的提攜，荊某都是不想見人。我荊某曾經都有個志向，就是不想虛度一生。荊壯士，老夫之所以這樣做，都是逼不得已的。如果老夫的情形跟你一樣的，我都會去幫太子。呢啲係國家大事，荊某唔想參與。荊壯士，老夫生平從來都未曾求過人，只係不過答應咗太子帶你去見佢，老夫唔想失信於人。荊壯士，你知，就算你幫老夫一個忙去見太子啦。多謝田先生咁睇得起我。如果荊某再推遲嘅，就唔係朋友。好，好，咁聽日一早，老夫就帶你去見太子。不過，田先生，我有一件事想同你講明。係咩事咧？荊某只係去見一睇見太子嘅啫。好，只要你肯見太子就得。而家已經收。請壯士早點休息。
走达。我话俾阿田生听，话你准备好啦吓。好啊。阿田生，吓，田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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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放心，天华唔会讲，经壮士一齐快托你，田先生，田先生。先生，我荆某一定会答应你，我会去找太子丹。